晚报》逢星期一至五六点至八点，主持啤李林康正，同你分析时事，狂追猛打。嗱，各位网友，咁啊，到时咧唔好特别订啦，我下个礼拜其实我就会啲鲍鱼会翻晒嚟嘅，鲍鱼内脏当然食得啦。就正如頭先我所講，我都話啦，我好多嘢喺大長今度學翻嚟嘅。嗰個燒鵝正原來真係糖尿病，我睇大長今咯。屌，我識得夠幾多嘢啊？睇書啊，戇鳩啊，我梗係睇大長今啦，啱唔啱啊？好啦，嗱，講下新聞先。咦，聽日唔係喎，聽晚有呢、這個。哇！屌你老尾，今日咧，我琴日睇過塞爾維亞對美國咧籃球有冇睇啊？正啦！哇！真係好撚唔抵啊！我戥佢，但係又冇辦法。慘啊！塞爾維亞。但係又即係你臨尾嗰條嗰條美國嗰個叫咩名嗰、那個？哇！真係啊！哇！好即係係啊！雞仔哇！好撚勁！屌你老母！攞腳即係又籃板又勝，你冇辦法啦。但我又估其實塞爾維亞咧之前其實一直佢啲籃球都係 OK 嘅，歐洲佢都係 OK 嘅。但係估唔到喂諗住贏得㗎啦！喂屌你仲啲十幾分係嘛？好啦，跟住又睇啊今晚啊，今晚冇乜嘢，今晚有咩睇啊？今晚聽晚就足球決賽。今晚啊，法國對西班牙喎，話係喂，如果亨利咧能夠攞到金牌咧，為法國咧，咁佢都算係即係以佢嚟講啊，第一次教練叫有翻啲成績啦，攞奧運金牌喎。啊，今晚田徑有咩？好似四乘一百啊，正啊，應該有嘅，有啊。OK， 好啦，嗱。多個政黨，屌多咩政黨咪經民聯，屌民建聯 ，urge 爭取取消呢個烈酒税。佢哋話咧，取消烈酒税咧，可以令酒吧文化同埋香港夜繽紛咧升高一個層次。嗱，我而家唔好講，即係屌你老母閪，煙都冇得食，你講乜撚嘢？我唔講嗰啲啦。取消烈酒税，你問我咧，如果喺2019年之前，啲酒再平嗱，香港啲酒咧啊，我哋自己嘅生活就唔覺得好貴啦。但係如果你喺英國啊、歐美咧，唔知點解啲酒咁撚平喎，屌你老母啲人飲水咁樣喎，晨早流流，屌你老味，我九點零十點食緊早餐嘅，已經見到隔離有啲鬼佬買酒飲嘅咯喎，咁撚奇怪喎啲撚樣。OK， 好啦，咁但係我哋喺生活喺香港生活就唔覺得特別貴嘅，即係嗰啲酒。咁但係你話如果啲酒平咗，係咪可以？即係令到香港新夜繽紛更加咩咧？我諗都係咁，有冇啲社會代價？我諗亦都會有啦。但係你呢啲全部係建基喺一個正常情況底下嘅香港，你去討論呢啲咁樣嘅措施，我覺得無可無不可。喺而家咁，屌你老母！你就算零税啊，啲酒好撚平啊，係咪真係能夠令到香港嘅夜生活啊，或者乜嘢係提升一個層次咧？喂，呢個係一個配套嚟噶嘛？係嘛？嗱，好似嗱，我同阿正武啊，有啲人連飲酒啲後生仔啊，都翻大陸啲吧噶。但正如我哋所講，大陸啲吧，屌你老母，你飲過啱味嘅啤酒，其他我唔知啊。啱味嘅酒名我仲未啦，都係要上去。喂，係咪淨係貪平啊？我可能都係一個原因嘅，唔止啦。但我聽嗰啲依家上飲酒啲講咧，依家唔同咗好多。咁撚堅，即係似樣嗰啲酒。啲場啊，乜都唔同曬。咁撚大鑊，係啊！你試下啦。我都真係要。你有歡樂卡啊嘛？我真係我有歡樂卡梗有啦呢啲。我不單，如果我歡樂卡，我依家飲酒唔同曬喎。如果我歡樂卡成功我咧，應該成功啦，冇理由唔成功噶嘛。我會搞埋呢個港車北上添。港車北上？係啊！屌你咁港車北上揸埋個車上去，喂 free 好多啊嘛，係嘛？但係港車北上就唔係去好遠嘅，我所知，好似大灣區嘅嘢，因為你中港牌就可以揸到上遼寧啊嘛。啊，唔知啊真係。咁啊，港車北上，屌幾撚過人，屌你咩？車輪到人啊，碌多幾嘢咁嗰啲咧，係嘛？好啦，講真，即係你話而家啲酒税平咗，夜生活會多咗，我就覺得真係言不及義嘅喺而家呢個時候。反而咧，嗱下一節咧，我哋會講，即係我反而覺得咧，因為我見到有段新聞話啊嘛，屌你老母啲鋪頭！執撚曬啊嘛，淘多多逆市擴張啊嘛，真係達成呢一個執十間開十六間嗱，呢啲佢你真幾好，你乜一個淘多都救唔到你咁撚多啦。但係我反而一諗咧，唔係喎，有危有機嗱，我唔係正面藥反喎，其實未必冇商機喎。
就係、是、講到最尾，就係、是、問你有幾愛香港，你香港人或者你啲商投資者。如果唔係嘅，喂，我反而覺得而家呢個係陣痛，反而係仲會有運行嘅喎。我即係首先講啦，講翻兩單嘢先。第一單咧就係、是、前日咧嗰、那個母子相思案喺觀塘。咁一直以嚟咧，呢個60歲男子佢咧就做保安嘅，就照顧佢82歲嘅有病嘅媽媽，咁都冇問題嘅。咁但係咧，業主又發覺，咦？點解幾日聯絡唔到佢哋嘅？咁於是乎上門就先揭發呢單嘢。咁似乎係咧個仔60歲唔係大啊，喺個單位入邊意外有啲意外，可能撞到暈咗之類失救。而有病的阿媽咧，亦都因為冇個仔，佢靠個仔照顧啊嘛，卧床啊嘛，於是乎就亦都過身。OK， 咁呢啲係人間慘劇。嗱，我亦都唔會話咧，嗱，譬如咁講，阿孫玉涵啦，勞工及社會福利局啦，佢就話翻查記錄咧，兩個都係受綜援人士，但係就唔係求助個案。咁對上咧受綜援人士，佢哋會家訪嘅。對上一次咧，佢哋個記錄咧就係舊年11月做過一次家訪。但當其時兩位都冇表達或者需要社會特別福利嘅支援。嗱，我唔會去特別怪責你哋社會福利處先。但係如果阿媽已經係長期卧床 ，OK， 個仔要係兼職做保安嘅，就算佢哋唔特別去講，咁你哋因為我而家咁樣批評，我資料唔多啊，好唔公道嘅。喂，你嗰啲社工？見到咁嘅環境，係咪都要主動做啲嘢咧？太過被動啦，係嘛？或者社工根本佢都唔夠時間逐單 case 去細睇，算嚟都話唔夠乜嘢啊嘛，係啊，一個要跟幾十個佢過緊喎。好啦，另外咧，呢、這、一個觀塘區議員啊柯創勝就話咧，其實冇人怪你啊，佢就話：，其實嗰度人口密度咁複雜。好難靠關愛隊，因為佢係關愛隊成員嚟嘅都係，咁咪廢咗啲關愛隊都做唔到嘢。去識別隱蔽個案嘅，冇收到錢啦。我而家同大家講，我都唔直接講啦。事實上唔好話關愛隊，你回覆翻以前區議會，其實咧我亦都唔覺得能夠識別到咁多個，識別曬個所有個案。但你更加即係我哋嗰陣時擔憂，唔好話擔憂啦，即係我哋而家正當成年啦。咁但係好多嚟老區噶嘛，你有冇諗過政府？就算你要講搞關愛隊，呢、這、一個就係點解我哋要繼續嚴厲去批評呢個政府？因為咧，佢真係樣樣都政治化。就算你要做關愛隊，其實點解你唔可以委任一啲民主派議員？哦，愛國者治港，即係你呢部有嗰啲人係唔愛國。屌你老母！我喺呢度生活，我作為中國香港人。譬如咁講，你就呢部話我唔愛國，因為我同你意見唔同。老實講啊，正常喺咁嘅環境底下係冇得唔走㗎，一定走啊！但我冇錢，我唔識英文，或者我其他原因，譬如我有老人家喺度咯。屌你老母閪！你哋繼續係咁樣，我點會愛我老實講。你一係逼我用一定用你哋個方式去愛香港，去愛中國，邊有的啊？好啦，其實咧今日情況底下咧，如果你少咗啲政治中立啲，或者政見唔同啲，其實係好不經意地，亦都係將一紮應該要俾你哋去接受幫助嘅人咧，推到出門口啊？點解啊？因為你亦都唔能夠排除有啲人會覺得。以前佢可能會真係落去揾下民主黨，嗱我好撚憎嘅，譬如高老庭咁樣，佢而家因為冇啊嘛，我全部柯創勝嚟嘅，喂有啲人係會咁諗嘅喎，我唔知道有幾多少，你覺得會唔會實有噶？佢唔想去接觸你嗰班建制派，佢於是乎就覺得自己可能會可能 take care 到自己，咁啊結果啲咁嘅悲劇出咗嚟咯。喂講真，好話唔好聽，點解我啤你話喂咪有個去抄咯？我而家成日講，因為點解啊？我唔撚想出去哎佢，阿徐邊次機會？我唔費撚事啊我，唔係我招撚職啊。其實呢啲心態有啊，所以你政府，但真係講個口頭，你係應該要做一個政府係一個好細嘅政府，盡量去縮細自己。好嘅，盡量咧等個社會所有嘅自由發展。咁但係好難啦、啊，而家共產黨君臨天下，計劃經濟啊嘛。
係嘛？乜都要管，結果連乜嘢人做關愛隊，乜嘢人做區議員都要管。咁呢啲悲劇，老實講，呢一類悲劇煞有介事。前年應該係前年定舊年啦，又或者個咩委員會有呢樣嗰樣，有咩點啊？係嘛？好啦，呢單咧，咁我一定要講啦。呢單咁亦都係咧，即係咧嗱，我見到咧，咁工聯會又呼籲，咁我啤利漫步都會呼籲，我哋啤利漫步咧都會即係用啤利漫步嘅名義咧。即係盡量大家幫得幾多就幾多啦，即係人多咧就每人少少咧，即係集腋成裘啦。咁啊，當然係講緊將軍澳唐明苑呢一單嘢啦。咁你又見到咧，即係基層大眾咧係幾痛苦生活。嗱，香港好多呢啲人啊，自己都係咁樣行過嚟。OK， 咁所以有啲人咧會覺得好唔公道，啊，於是乎有左傾，完全明白嘅，即係知道啊。但係就唔好交啦，唔好講咁遠啦。54歲嘅裝修工人王傑雄被發現喺將軍澳唐明苑唐富閣昏迷咗喺大廈梯間。咁我諗佢可能有心臟病啊，即係啲暗病咁樣啦，係嘛？或者太熱啊，啊送院搶救無效，留低咗老婆80幾歲嘅老豆，患腦癲癇嘅仔同埋12歲讀緊書嘅女，前路茫茫。OK， 公權發布呢一個籌募信息，希望社會各界伸出援手，幫助王太佢哋一家渡過難關。好啦，死者同老婆有一對仔女，連埋爸爸，一家五口住喺元州村。為咗照顧家庭咧，因為一個仔係有腦癲癇啊嘛，爸爸88歲，夫婦兩個人咧就分開早晚夜間工作，日頭咧老婆喺度睇住頭家，老公就出去開工啦，做裝修。夜晚上老婆咧就做即係兼職餐飲，揾1萬零2萬元咁樣，咁啊叫做勉強撐住頭家啦。咁而家老公突然間走咗咧，當然係好大鑊啦。王太琴日接受訪問就話咧，老公係有血壓高嘅，做裝修室內裝修木工30幾年，24歲嘅仔咧細個嘅時候因為發高燒腦膜炎，咁啊引致腦癌症。長大畢業之後咧，曾經喺庇護工作度工場度做嘢，而家冇嘢做嘅。咁啊，家翁咧即係佢老爺啦，80幾歲啦，有長期病患都行動不便。咁佢咧就話咧，老公係好仔啦，當然啊。佢話收工冇或者冇工開日子咧，就喺屋企照顧佢爸爸出入醫院，同埋幫助料理個仔嘅日常嘅。咁佢翻夜班，咁啊一個月揾1萬零2萬元嚟幫補家計啦，啊。咁啊，開工就冇辦法啦。唔開工咧，咁其實你諗，你想像到80幾歲嘅老豆，係嘛？咁啊有個腦癌症嘅癲癇症嘅仔，咁都係要照顧嘅。咁佢話咧，因為咧近排咧老公啊，即係開唔夠工咧，已經捉襟見肘啦，亦都冇買保險，又冇積蓄留低，咁啊覺得好迷茫啦。佢話琴日突然間醫院打電話嚟，話老公急救緊，跟住就去醫院啦，咁就冇咗啦，啊！佢話日後係點樣咧，都未諗到，啊！好似發緊長夢咁，唔知真定假，咁當然係啦，呢、這個真係噩耗，真係罩來，你點能夠50幾歲啫喎，啊！咁啊，王太今朝就喺沙田富山度認屍啦，佢話咧提起老公啲點滴咧，即係當然淚如泉湧啦。其實我一睇見呢啲咧，特別係講到個女嗰度，我真係頂唔順。咁佢話咧，照顧到我老為止。王太話：咁而家冇做到就行先，行先嗰個就簡單啦。即係家爺仔乸就真係唔知點算。喂，即係人就係咁樣噶啦嚇。即係你就算你80、90歲咧，覺得係咪安樂咧？臨行嘅時候咧，都總有啲嘢掛喺個心頭啊。咁往往就係你屋企人啦嚇，家人啦嚇。咁佢話咧，益屬佢琴日下晝收到醫院通知，佢話丈夫急救緊。咁佢話阿王太就話諗就已經忍唔住掉下淚來啦。益屬佢話都冇諗過會發生啲咁嘅嘢，即突然間你諗下，將心比心，收到咁嘅電話。佢醫生話打咗強心針，咁你都心中有數啦。王太話咁啊，即刻帶埋啲仔女咧去醫院趕見丈夫最後一面啊。佢話咧，尋晚成晚都瞓唔到，一路係咁喺度喊。
咁佢話咧，雖然生活困難，兩公婆咧分工合作都 OK 嘅，啊，咁啊而家佢走咗先啦，即係啊初意外話照顧到我老為止。佢話本來話等佢放假咧，一家四口咧去尖沙咀睇哆啦 A 夢嘅，啊，咁啊或者咧去黃太家鄉印尼旅行啦，因為佢印尼人嚟嘅，咁啊而家遭逢突變就冇啦，一切成泡影，啊，咁啊佢話阿黃太話到到而家都唔夠膽同老爺講。怕他接受不到我，他說只是說老公整身隻手入醫院，後來又改口說入了 ICU 要插口，他說都不知道怎麼跟他說，真的很難很難說 老人家，他說以往兩公婆呢雖然是賺錢不多，但是平手抵足呢都夠吃夠用的，沒有積蓄，他說翻查丈夫的銀行簿呢發現他結餘只有74元，真的一毫子都沒有剩下，他剛剛出了糧俾曬屋租同埋水電雜費咧，而家得翻萬幾蚊。佢話要殮葬費同埋各項嘅啊瑣碎開支咧，真係一籌莫展。咁而且咧，老爺同埋個大仔都要照顧嘅，咁好彷徨啦。佢話老爺長期要食藥，亦都因為眼疾視力欠佳、行動不便咧，又要插療喉。24歲嘅仔咧，因為有腦癌症咧，不時抽筋，好容易跌倒受傷，兩個人都要特別照顧嘅。咁啊～佢話咧，而家最即係最掛心就個細女啦，細女12歲啊。佢話尋晚啊，成晚冇瞓到喺度喊 ，OK。但係佢咁細個，你又好難要求佢照幫手照顧爺爺同阿哥。佢話咧，就而家就考慮為個仔申請入住宿舍啦。佢話以前都諗過申請入住宿舍睇個為個仔，但係又驚佢唔慣啊。加上咧，以前老公咧，即係有陣時都可以即係早晚間都可以照顧個仔啊嘛。咁啊，各自計劃，而家屋企咁樣。佢就以為有再次考慮啦，但係一輪又話要10年8載，就難解燃眉之急。咁你話啊，即係你個人生，嗯，但係冇喎，我又覺得咁樣咯，即係啊，其實就係咩嘅？希望即係咬實牙根關咧，即係過埋一關啦，係嘛？即係一定係明天會更好啊！點樣？點樣都會過嘅，即係而家我哋就真係只能夠做到佢，大家齋集腋成裘啦。好，我出張相先。嗱，第一張咧就應該係咧，阿黃生應該睇個身形，嗰個係個女嚟嘅，同個女嘅合照啦，係嘛？咁啊，有陣時咧，即係話住公屋，兩公婆做嘢，基層，咁即係有。啊，養個女啦，個仔嘅使費亦都唔會少，因為有嗰個病喺度。咁啊，真係捉襟見肘，唔爭人錢都叻噶啦，真係唔好話有咩積蓄啦，係嘛？即係你哋嗰啲高官，即係揾幾十萬一個月嘅，你本事，我唔會妒忌你。咁但係真係，唉，嗱呢啲又唔關啲官事嘅，但係其實真係而家要我哋啤你萬冇喺度做，我都覺得好無奈。以前有啲多啲媒體喺度做，咪好咯。就係蘋果嗰啲咁樣係咪容易咯啊？好，我哋睇下。好啦，嗱，大家咧嗱睇下佢呢一個係大 Wendy 咧，嗱，唔知大家睇得清唔清楚啦？咁我哋可以放大少少啊，或者大家 cap 咗圖啊。咁直情咧，你哋可以我諗啊，嗰、那個叫咩轉數快啊，有個叫咩嗰、那個啊轉數快咧，可以直接有户口 number 嘅佢，就中銀嘅，咁就係啊031-389-1024-2527張麗芳嗱，佢因為佢係印尼人啦，所以啲拼音有啲唔同啊。咁大家 cap 咗圖啦，多又好，少又好，咁啊唔會有收據嘅喺 full 呢一度。咁當然你亦都可以去啊捐入去公權會個户口，然後就係 mark 低咗係 for 呢一個 case 啊。咁但係而家咧就直接我諗俾阿張女士啦，黃太啊，咁啊希望佢渡過難關先。咁啊031-389-1024-2527 OK。咁啊，節哀啦，希望黃太休息一陣。